2016年6月2号，我们即将离开别府港了。前面就是大分县。啊，撒悠那拉喽！撒悠那拉。嗯，拜拜。哦，停车场还蛮大的哦，还在让我们拍照哦。哇，要跟别府说再见喽！拜拜，撒悠那拉。嗯，我们还翻过这座山丘去汤布院呢，很漂亮，冒温泉的地方那里啊，冒温泉的地方，哦，那边就冒温泉的地方，那边有烟呐，对呀，他们都在给我们送行呢，哦，挥挥手，对呀，就像我们去基隆港也会啊，哦。很像那个看一部电影啊，有没有？有一部《海角七号》哦，《海角七号》。拜拜。